阿文心里清楚，农企不愿合作，是因为项目太小，不足以支撑起他东山再起的雄心。自古以来，得人才者得天下。从魔尾山归来之后，阿文突然有了和农企一起下一盘大棋的野心。清香长青是个很执着的人，那五里城每一块的长青，然后再往福林、乌龙福林、镇安、武川，然后往东边走的话，我们都是直接去恩施的和风、乌峰那一条线，全部都是武陵山的乌北子呈带状分布的。然后东南边的话，就往湖南的怀化、安徽那边，都是乌北子呈带状，比较好的。如果说把那几个区域都整合起来的话，那么武陵山乌北子经济走廊都可以形成了。然后定的那个点的话，应该是在玉盆穴。我在全市嘛也打听了很多专家呀，那些都跟我说，在食草方面，养蜂农事绝对是重庆最拿得出手的实践专家。要想我那个产业成功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需要他。正所谓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山。以什么追到手？一定要把他追到手，应该是那个意思。在访农期，阿文没去魔尾山，而是直奔农期的大族老家。他说，农期肯定已经转移了住处。这个季节去隐居，必须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自己做过了解，农期在大组还有不少废弃的厂房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认识到北大女生认真起来还真有几下子。哎呀，听说那栋楼的房子都找那些房子都找那些讨债的人全部拆了，好大一栋房子哦，起码几千平，一二三四四层楼，楼起起了，第一层楼都还没装好，上面那些啥子都没得，哇，要修那个大两栋楼起来，确实也不容易哦。龙总以前确实做得比较大，装修得也很好。龙总，你该知道了吧？都是像上次彭水的，不是说那个没打着，他主要是陪我。你不晓得我的情况，我现在都是哪些房子？怕被个找到啊？你想嘛，你现在拿起那么多账，但是你不住的话，你更没得钱还的嘛。慢慢的来呀，慢慢的考虑着把房子钱考把的方向考虑好了。农企家住东岳村。就在重庆大族的宝顶山下，农氏家族养殖中蜂已历经四代传承，农期的三个哥哥都是养蜂行业顶尖高手，守着祖传技术过着稳定的小日子，唯有农期一心想要振兴中华小蜜蜂产业。从七爷到七娃，农期的经历就是中国经济从野蛮生长到大浪淘沙的缩影。最辉煌的时候
他虽然没敢把大足石刻买过来建蜂场，但他的中华小蜜蜂肯定在山顶佛像身边采过蜜。而今的宝顶山，一边是古代高僧留给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一边就是当代农青留给全东岳村的中峰文化园遗址。你过了吗？你没过跟他？好多年都没看到他了哈。嗯，真的没看到。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。我说有十有几年没看到。你这上翻译师傅来，没见过他。见不到，见不到，是见不到，是见不到他。他都是黑的。被农青轰出来之后，我们谎称讨债人，找东岳村的老乡们摸了一些农青的传奇故事。经常在一起，我现在跟着他的、哦、我以前都找他要账，现在他欠我不还账，我就跟着他没要到。你是啥子嘛？要得到、啊、我们那些哪？我们那些你们欠不欠你们的账？我们住了合作，对，还有七八千的没了。是啊，那时候还欠你们四千多。我们只七八千。现在有希望了哈。有希望，有希望了。没得嘛，你把要他的命了。哎呀，不去。我们都有好几年了，住了合作。欠了你儿四千多，你们家有没得？我们有七千多啊，我们都现在我们其实那物业，当时那个的。去年腊月二十八，农七深夜回家探望母亲，还没进到家门，就被二十多个讨债人堵在院内，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神奇的对峙事件。两伙人都是讨债的，讨债的看讨债的发生冲突，打架。由于我们那方案是作为想那些人债、钱就债就有希望，另一伙人很凶，他是社会上的啊，那边的啥子都搞起来，整成我们还整成对峙打起来了。这场剑拔弩张的对峙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二，冲动一方离开好多天之后，还有一支由本地债主自发成立的护龙小分队，在农七的家门口志愿巡逻。直到今天，这个年轻人依然很牵挂农七的人身安全。我们晚上两点三点所以喊睡到，虽然是你差了点钱不多啊，嘎好，我们还是想了那个你存在那钱是肯定是稳当的，总有翻身之日，没到今年嘛。没事的，他要犯的，他累到江里看着我看到的，我咋子你发财了？老人他要拿的，嗯，他找个人去嘛，嗯，那个些钱，哎，你们好弄到出去了，哈哈，你肯定在弄啊，搞个半天，哎，哦，都是在弄花，不是呀。那天阿文和农七的交流一直持续到傍晚。阿文说，真正打动农七的是一个关于武陵山五辈子的战略构想。绵延余额相前数百公里的武陵山区是天然蜜库，尤以秋季盛开的五辈子花蜜最甜最补。彭水摩尾山地处武陵山区中心地带，也是世界苗人供奉蚩尤老祖的地方，养蜂习俗世代传承。彭水人养蜂只打五辈子蜜。阿文和农七决心以彭水为基点，打造中国武陵山五辈子蜂蜜经济走廊。那天两位老板还讨论了合作第一年如何实现6000万产值的诸多细节问题，谁都没有请客吃饭。你们想想，他当然是也是有故事的人，长期吃茅台和中华，我们也跟着他一路吃了不少的茅台和中华。
哎。还有好久嘛？很近哦。等个马上就过来了。